有一天，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提问 Who is this woman? 是什么意思？小明自告奋勇回答道，这是谁的女人？初中物理老师讲守恒定律的时候说，任何一样东西在变长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变粗。然后一个女生笑了，紧跟着全班女生都笑了，最后老师也笑了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很羡慕那些一顿饭吃一两千的人。当我工作之后，觉得一顿饭吃一两千并不稀奇，也就我半个月的工资而已。老公是一名快递员，有一天我问他，你说为什么没有女人送快递呀？估计怕他们在路上忍不住拆了吧。